这大片的波斯菊啊。 我们今天在台中的新社花海的花坛节，有超多漂亮的景点可以给大家拍照打卡。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看吧 ，Go！ 台中馆也是我们的热门打卡景点哦，现在就可以跟着圆圆的脚步一起去里面找我们的打卡点吧 ，Go！ 欢迎欢迎欢迎！我想问一下，这次台中馆有没有什么必打卡的地方？一定要到我们台中馆来。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，哦，是，我们会布置一个地点。好漂亮的！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孔雀上的花是真的吗？真的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万代兰、圣亚兰。 台中的文心南，超级漂亮的。那我觉得我们要来打卡一张。好，来来。竹密这个点也是我们必打卡的点吗？没有错，这个是我们用台中外埔的红龙果装置成一条大龙。啊，好酷哦！那我觉得我们一起来拍一张。OK。 小男孩是谁？那个是小王子啊，还有他最喜欢的玫瑰花。那我们可以跟他拍照吗？